《阿 Q 正传》，作者鲁迅。第一章序。这是为 LibriVox.org 所提供的录音，一切 LibriVox 录音都为公众所有。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请参看 LibriVox.org 的网站。《阿 Q 正传》第一章序。我要为阿 Q 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 Q， 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吗？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摆在正史里。自传吗？我又并非就是阿 Q。 说是外传，内传在哪里呢？倘用内传，阿 Q 又绝不是神仙。别传呢？阿 Q 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赴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伯图列传，而文豪爹更斯也做过《伯图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的。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 Q 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 Q 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见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传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第二，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 Q 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鼓堂堂的报到村里来，阿 Q 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地说，这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倍呢。其实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哪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 Q 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见猪，喝道，阿 Q， 你这混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吗？阿 Q 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吗？阿 Q 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阿 Q 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200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 Q 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 Q 究竟什么姓。第三，我又不知道阿 Q 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缺，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缺了。哪里还会有擢之逐伯的事？若论擢之逐伯，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
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阿薛阿贵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贵是武断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缺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功，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 Q 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缺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它为阿缺，略作阿 Q。 这既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第四是阿 Q 的籍贯了。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号称郡望的老历，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时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绝不定。他虽然多住魏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魏庄人，即使说是魏庄人也，也仍然有乖识法的。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腐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 Q 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以上可以算是序。第一章完。阿 Q 正传，作者鲁迅。第二章，优胜计略。这是为 LibriVox.org 所提供的录音，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请参看 LibriVox.org 的网站。阿 Q 正传，第二章，优胜计略。阿 Q 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因为魏庄的人们至于阿 Q， 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 Q 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奸货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你算什么东西？”阿 Q 没有家，住在魏庄的土谷寺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晚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 Q 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 Q 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 Q 真能做。”这时阿 Q 赤着脖，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
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 Q 很喜欢。阿 Q 又很自尊，所有魏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 Q 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了。加以进了几回城，阿 Q 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魏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魏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魏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阿 Q 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 Q 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会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会，亮也会，再后来连灯烛都会了。一犯会，不问有心与无心，阿 Q 便全巴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 Q 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地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谁知道阿 Q 采用怒目主义之后，魏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地说，嘿，亮起来了。阿 Q 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阿 Q 没办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门说过阿 Q 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闲人还不完，只聊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 Q 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 Q 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 Q 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 Q 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以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对他说，阿 Q， 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 Q 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重置好不好，我是重置，还不放吗？但虽然是重置，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 Q 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 Q 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
除了自清自荐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你算是什么东西？阿 Q 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吐谷寺，放倒头睡着了。假使有钱，他便去压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 Q 即汗流满面地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青龙四百，黑开了。庄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唱，天门啦，脚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了，阿 Q 的铜钱拿过来，穿堂150。阿 Q 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地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地回到吐谷寺。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吧，阿 Q 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这是魏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 Q 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庄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碟。他兴高采烈的非常，天门两块。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地对他看，他如有所失地走进吐谷寺，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哪里去寻根底呢？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吧，但还是呼呼不乐，说自己是重置吧，也还是呼呼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擒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辣辣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辣辣，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他睡着了。第二章优胜计略完。阿 Q 正传，作者鲁迅。这是为 LibriVox.org 所提供的录音，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请参看 LibriVox.org 的网站。阿 Q 正传，作者鲁迅。第三章序，优胜计略。然而阿 Q 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他付过地保200文酒钱，愤愤地躺下了。后来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
便自己也渐渐地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霜上坟到酒店去。这时候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说也奇怪，从此之后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这在阿 Q 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而其实也不然。魏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于错在阿 Q， 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但他既然错，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这可难解。穿凿起来说，或者因为阿 Q 说是赵太爷的本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否则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朱阳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注，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阿 Q 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阳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脖捉狮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赖又胡，别人都叫他王赖胡，阿 Q 却删去了一个赖字，然而非常藐视他。阿 Q 的意思以为赖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 Q 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阿 Q 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以为欣喜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功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哔哔啵啵的响。阿 Q 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么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啊。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地塞在后嘴唇里，狠命一咬，噼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他赖疮疤快快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这毛虫，赖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地抬起眼来说：“阿 Q 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无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吗？谁人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插在腰间说：“你的骨头痒了吗？”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阿 Q 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砸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 Q 踉踉跄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捏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君子动口不动手。”阿 Q 歪着头说。王胡似乎不是君子，并不理会，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于阿 Q 跌出六尺多远，这才满足的去了。在阿 Q 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只被他奚落，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动手了。
而他现在竟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世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灭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他了吗？阿 Q 无可适从地站着。远远地走来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 Q 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刘长再说了。然而阿 Q 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做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阿 Q 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那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这假洋鬼子进来了，托儿驴，阿 Q 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愤，因为要报仇，便不由得轻轻地说出来了。不料这托儿却拿一只黄漆的棍子，就是阿 Q 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 Q 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啪的一声，似乎血早打在自己头上了。我说他，阿 Q 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辨说，啪啪啪。在阿 Q 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啪啪的响了之后，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阿 Q 便在平时看见一也一定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他于是发生了回忆，又发生了敌气了。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他迎上去大声地吐了一口唾沫，呸，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 Q 走进一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摸着一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托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地说，一面赶快走。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 Q 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一的面颊。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 Q 更得意，而且为满足那些赏见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啪啪的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这断子绝孙的阿 Q， 远远的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哈哈哈。阿 Q 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第三章序优胜纪略完。这是为 LibriVox 的 ORG 所提供的录音，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请参看 LibriVox.org 的网站。阿 Q 正传，作者鲁迅。第四章，恋爱的悲剧。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
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零零，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 Q 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看呢，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然而这一次的胜利却又使他有些异样，他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飘进土谷寺，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谁知道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他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仿佛比平常滑腻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上磨得滑腻了。断子绝孙的阿 Q， 阿 Q 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熬之鬼乃尔，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闲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女人，女人，他想，和尚懂得，女人，女人，女人，他又想。我们不能知道这晚上阿 Q 在什么时候才打鼾，但大约他从此总觉得指头有些滑腻，所以他从此总有些飘飘然。女，他想。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阿 Q 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哪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谁知道他将到耳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所以女人真可恶，即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阿 Q 便不至于被蛊，又加使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阿 Q 便也不至于被蛊了。他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但因为隔一层裤，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而小尼姑并不然，这也足见异端之可恶。女，阿 Q 想。他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时常留心看，然而一并不对他笑，他对于和他讲话的女人也时常留心听，然而一又并不提起关于什么勾当的话来。哦，这也是女人可恶之一节，一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这一天，阿 Q 在赵太爷家里冲了一天米，吃过晚饭便坐在厨房里吸旱烟，
躺在别家吃过晚饭本可以回去的了，但赵府上晚饭早，虽说定例不准掌灯，一吃完便睡觉，然而偶然也会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赵大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 Q 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冲米。因为这一条例外，所以阿 Q 在动手冲米之前还坐在厨房里吸旱烟。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 Q 谈闲天。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嘞，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女人，吴妈，这小孤孀，阿 Q 想，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啦。女人，阿 Q 想。阿 Q 放下烟管站了起来，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 Q 忽然抢上去对衣跪下了，一霎时中很寂然。哎呀，吴妈愣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阿 Q 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愣，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地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他这时却也有些忐忑了，慌张地将烟管插在裤带上，就想去冲米。砰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转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只大竹杠站在他面前。你反了，你这……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 Q 两手去抱头，拍得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啄了一下似的。王八蛋，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这样骂。阿 Q 奔入冲米厂，一个人站着，还觉得指头痛，还记得王八蛋，因为这话是魏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但这时他那女的思想却也没有了，而且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挖碍似的，便动手去冲米。冲了一会，他热起来了，又歇了手脱衣服。脱下衣服的时候，他听得外面很热闹，阿 Q 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便机循声走出去了。循声渐渐地寻到赵太爷的内院里，虽然在昏黄中却辨得出许多人，赵府一家连两日不吃饭的太太也在内，还有兼婢的邹七嫂，真正本家的赵白眼、赵思辰。少奶奶正拖着吴妈走出下房来，一面说，你到外面来，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谁不知道你正经，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邹七嫂也从旁说。吴妈只是哭，夹些话却不甚听得分明。阿 Q 想，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他想打听，走进赵思辰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只大竹杠。他看见这一只大竹杠，便猛然间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他翻身便走，想逃回冲米厂，不图这只竹杠阻了他的去路，于是他又翻身便走，自然而然地走出后门，不多功夫已在土谷寺内了。阿 Q 坐了一会，皮肤有些起立，因为虽在春季，而夜间颇有余寒，尚不宜于赤膊。他也记得布衫留在赵家，但倘若去取，又生怕秀才的竹杠。然而地保进来了，阿 Q，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佣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你的妈妈的。如是云云的教训了一通，阿 Q 自然没有话。林默因为在晚上
应该送地保加倍9400文。阿 Q 正没有现钱，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并且钉定了五条件：一，明天用红烛，要一斤重的，一对，香一封，到赵府上去赔罪；二，赵府上请道士扶除异鬼，费用由阿 Q 负担；三，阿 Q 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四，吴妈此后倘有不测，唯阿 Q 试问；五，阿 Q 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阿 Q 自然都答应了，可惜没有钱。幸而已经春天，棉被可以无用，便置了2000大钱履行条约。赤膊磕头之后，居然还剩几文，他也不再赎毡帽，统统喝了酒了。但赵家也并不烧香点烛，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留着了。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完。这是为 LibriVox.org 所提供的录音，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请参看 LibriVox.org 的网站。阿 Q 正传，作者鲁迅，第五章，生计问题。阿 Q 礼毕之后，仍旧回到土谷寺。太阳下去了，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他仔细一想，终于醒悟过来，其原因盖在自己的赤膊。他记得破夹袄还在，便披在身上躺倒了。待张开眼睛，原来太阳又已经照在西墙上头了。他坐起身，一面说道：“妈妈的。”他起来之后，也仍旧在街上逛，虽然不比赤膊之有切肤之痛，却又渐渐地觉得世上有些古怪了。仿佛从这一天起，卫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一们一见阿 Q 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50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11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阿 Q 很以为奇，而且想，这些东西忽然都学起小姐模样来了，这娼妇们。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赊欠了；其二，管土谷寺的老头子说些废话，似乎叫他走；其三，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但确乎有许多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酒店不赊，熬着也罢了；老头子催他走，露宿一通也就算了。只是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却是阿 Q 肚子饿，这委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事情。阿 Q 忍不下去了，他只好到老主顾的家里去探问，但独不许踏进赵府的门槛。然而情形也异样，一定走出一个男人来，现了十分厌烦的相貌，像回复乞丐一般的摇手道：“没有没有，你出去。”阿 Q 愈觉得稀奇了，他想，这些人家向来少不了要帮忙，不至于现在忽然都无视，这总该有些蹊跷在里面了。他留心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事都叫小弟。这小弟是一个穷小子，又瘦又乏，在阿 Q 的眼睛里位置是在王胡之下的，谁料这小子竟谋了他的饭碗去。所以阿 Q 这一气更与平常不同，当气愤愤地走着的时候，忽然将手一扬，喝道：“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几天之后，他竟在前府的赵壁前遇见了小弟，仇人相见，分外眼明，
阿 Q 便迎上去，小弟也站住了。畜生！阿 Q 怒目而视地说，嘴角上飞出唾沫来。我是重置好吗？小弟说。这谦逊反使阿 Q 更加愤怒起来，但他手里没有钢鞭，于是只得扑上去，伸手去抓小弟的辫子。小弟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阿 Q 的辫子。阿 Q 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从先前的阿 Q 看来，小弟本来是不足尺数的，但他近来挨了饿，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弟，所以变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印出一个蓝色的红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好啦好啦，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然而他们都不听，阿 Q 进三步，小弟便退三步，都站着。小弟进三步，阿 Q 便退三步，又都站。大约半点钟，魏庄少有自敏钟，所以很难说，或者二十分。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 Q 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弟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记着吧，妈妈的。阿 Q 回过头去说。妈妈的，记着吧。小弟也回过头来说。这一场龙虎斗似乎并无胜败，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满足，都没有发什么议论，而阿 Q 却仍然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有一日很温和，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阿 Q 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柱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柱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寥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食的酒店，看见熟食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魏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近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 Q 并不赏见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地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遥远的。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庵周围也是水田，粉墙突出在新绿里，后面的低土墙里是菜园。阿 Q 迟疑了一会，四面一看，并没有人，他便爬上这矮墙去，扯着何首乌藤，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阿 Q 的脚也索索的抖，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里面真是郁郁葱葱，但似乎并没有黄酒、馒头以及此外可吃的之类。靠西墙是竹丛，下面许多笋，只可惜都是并未煮熟的。还有油菜早经结籽，芥菜已将开花，小白菜也很老了。阿 Q 仿佛文童落地似的，觉得很冤屈。他慢慢走进园门去，忽而非常惊喜了，这分明是一起老萝卜，他于是蹲下便拔，而门口突然伸出一个很圆的头来，又急缩回去了，这分明是小尼姑。
小尼姑之流是阿 Q 本来视若草芥的，但世事需退一步想，所以他便赶紧拔起四个萝卜，宁夏青菜都在大金里。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阿弥陀佛，阿 Q， 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哎呀，罪过呵！哎呦，阿弥陀佛，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阿 Q 且看且走地说：“现在，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吗？”你，阿 Q 没有说完话，拔步便跑。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这本来在前门的，不知怎的到后园来了。黑狗哼而且追，已经要咬着阿 Q 的腿，幸而从衣兜里落下一个萝卜来，那狗给一下，略略一停，阿 Q 已经爬上桑树，跨到土墙，连人和萝卜都滚到墙外面了，只剩着黑狗还在对着桑树嚎。老尼姑念佛。阿 Q 怕尼姑又放出黑狗来，拾起萝卜便走，沿路又捡了几块小石头，但黑狗却并不再出现。阿 Q 于是抛了十块，一面走一面吃，而且想到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不如进城去。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第五章，生计问题，完。这是为 LibriVox.org 所提供的录音，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请参看 LibriVox.org 的网站。阿 Q 正传，作者鲁迅，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在魏庄再看见阿 Q 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人们都惊异，说是阿 Q 回来了，于是又回上去想到，他先前哪里去了呢？阿 Q 前几回的上城，大抵早就兴高采烈地对人说，但这一次却并不，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他或者也曾告诉过管土谷寺的老头子，然而魏庄老吏只有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大爷上城才算一件事，假洋鬼子尚且不足数，何况是阿 Q。 因此老头子也就不替他宣传，而魏庄的社会上也就无从知道了。但阿 Q 这回的回来却与先前大不同，却乎很值得惊异。天色将黑，他睡眼朦胧地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进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脸，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魏庄老吏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语其慢也宁静的。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 Q， 但因为和破家袄的阿 Q 有些两样了。古人云，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所以堂官、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阿 Q
你回来了？回来了。发财发财，你是在上城去了？这一件新闻第二天便传遍了全魏庄，人人都愿意知道现前和新加袄的阿 Q 的中心史，所以在酒店里、茶馆里、庙檐下便渐渐地探听出来了。这结果是阿 Q 得了新敬畏。据阿 Q 说，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这一节听的人都肃然了。这老爷本姓白，但因为河城里只有他一个举人，所以不必再冠姓。说起举人来，就是他。这也不独在魏庄是如此，便是一百里方圆之内也都如此。人们多以为他的姓名就叫举人老爷的了，在这人的府上帮忙，那当然是可敬的。但据阿 Q 又说，他却不高兴再帮忙了，因为这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这一节听的人都叹息而且快意，因为阿 Q 本不配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而不帮忙是可惜的。据阿 Q 说，他的回来似乎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即如魏庄的乡下人不过打32张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插麻将，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插得精熟的。什么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乌龟子的手里，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王。这一节听的人都赧然了，你们可见过杀头吗？阿 Q 说，嗨，好看，杀革命党，哎，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思辰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 Q 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擦！”王胡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紧缩了头，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从此王胡晕头晕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进阿 Q 的身边，别的人也一样。阿 Q 这时在魏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未知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然而不多久，这阿 Q 的大名忽又传遍了魏庄的闺中。虽然魏庄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是浅闺，但闺中究竟是闺中，所以也算得一件神意。女人们见面时一定说，邹七嫂在阿 Q 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旧固然是旧的，但只花了9角钱。还有赵白眼的母亲，一说是赵思辰的母亲代考，也买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红洋纱衫，7成新，只用300大钱9/2串。于是一们都眼巴巴地想见阿 Q，
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不但借了步逃避，有时阿 Q 已经走过了，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问道：阿 Q， 你还有绸裙吗？没有，纱衫也要的，有吧？后来这终于从浅龟传进深龟里去了。因为邹七嫂得意之余，将一的绸裙请赵太太去鉴赏，赵太太又告诉了赵太爷，而且着实恭维了一番。赵太爷便在晚饭桌上和秀才大爷讨论，以为阿 Q 实在有些古怪，我们门窗应该小心些，但他的东西不知道可还有什么可买，也许有点好东西吧。加以赵太太也正想买一件价廉物美的皮背心，于是家族决议便托邹七嫂即刻去寻阿 Q， 而且为此新开了第三种的例外，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油灯干了不少了，阿 Q 还不到，赵府的全眷都很焦急，打着呵欠，或恨阿 Q 太飘忽，或怨邹七嫂不上紧。赵太太还怕他因为春天的条件不敢来，而赵太爷以为不足虑，因为这是我去叫他的。果然到底赵太爷有见识，阿 Q 终于跟着邹七嫂进来了。他只说没有没有，我说你自己当面说去，他还要说，我说。邹七嫂气喘吁吁地走着说：太爷。阿 Q 似笑非笑地叫了一声，在檐下站住了。阿 Q，听说你在外面发财？赵太爷踱开去，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一面说：那很好，那很好的。这个，听说你有些旧东西，可以都拿来看一看。这也并不是别的，因为我倒要，我对邹七嫂说过了，都完了。完了？赵太爷不觉失声地说，哪里会玩得这样快呢？那是朋友的，本来不多，他们买了些，总该还有一点吧。现在只剩了一张门目了，就拿门目来看看吧。赵太太慌忙说，那么明天拿来就是。赵太爷却不甚热心了。阿 Q， 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价钱绝不会比别家出的少。秀才说。秀才娘子忙一撇阿 Q 的脸，看他感动了没有。我要一件皮背心，赵太太说。阿 Q 虽然答应着，却懒洋洋地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这使赵太爷很失望、气愤，而且担心，至于停止了打呵欠。秀才对于阿 Q 的态度也很不平，于是说，这王八蛋要提防，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不许他住在魏庄。但赵太爷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节约，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本村倒不必担心的，只要自己夜里警醒点就是了。秀才听了这庭讯，非常之以为然，便即刻撤销了驱逐阿 Q 的提议，而且叮嘱邹七嫂，请依万不要向人提起这一段话。但第二日，邹七嫂便将那蓝裙去染了皂，又将阿 Q 可疑之点传扬出去了，可是却没有提起秀才要驱逐他这一节。然而这已经与阿 Q 很不利。最先地保寻上门了，取了他的门目去，
阿 Q 说是赵太太要看的，而地保也不还，并且要议定每月的孝敬钱。其次是村人对于他的敬畏忽而变相了，虽然还不敢来放肆，却很有远避的神情，而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来擦的时候又不同，颇混着敬而远之的份子了。只有一般闲人们却还要寻根究底的去探阿 Q 的底细。阿 Q 也并不讳事，傲然地说出他的经验来，从此他们才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小角色，不但不能上墙，并且不能进洞，只站在洞外接东西。有一夜他刚才接到一个包，正手再进去，不一会只听得里面大嚷起来，他便赶紧跑，连夜爬出城，逃回魏庄来了，从此不敢再去做。然而这故事却与阿 Q 更不利，村人对于阿 Q 的敬而远之者，本因为怕结怨，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这实在是思亦不足畏也已。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完。这是为 LibriVox.org 所提供的录音，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请参看 LibriVox.org 的网站。《阿 Q 正传》，作者鲁迅。第七章，革命。宣统三年9月14日，即阿 Q 将大脸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这船从黑漆漆中荡来，乡下人睡得熟，都没有知道。出去时将近黎明，却很有几个看见的了。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知道那竟是举人老爷的船。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魏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摇动。船的使命，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唯有邹七嫂不以为然，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识，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见闻较为切近，所以大概该是一对的。然而谣言很旺盛，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亲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线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阿 Q 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是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魏庄的一群鸟男女慌张的神情也使阿 Q 更快意。革命也好吧，阿 Q 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
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 Q 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以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魏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地嚷道：“造反啦！造反啦！”魏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 Q 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的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地走，而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嘚嘚呛呛，悔不该酒醉错斩了正贤弟，悔不该呀呀呀，嘚嘚呛呛，嘚呛铃呛，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 Q 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嘚嘚，老 Q！” 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呛呛！”阿 Q 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连接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嘚儿呛呛的呛呛，老 Q 悔不该，阿 Q 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阿 Q 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啊，老 Q 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吗？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啊，Q 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地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 Q 说着自去了。大家都兀然没有话。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点灯。赵白眼回家，便从腰间扯下大帘来，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阿 Q 飘飘然地飞了一通，回到吐谷祠，酒已经醒透了。这晚上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请他喝茶。阿 Q 便向他要了两个饼，吃完之后又要了一只点过的四两烛和一个竖灯台，点起来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火上圆叶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蹦跳起来了。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吐谷祠，叫道：“阿 Q， 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这时魏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嘞，跪下叫道：“阿 Q 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弟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吗？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沙山。秀才娘子的一张凝视床先搬到吐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吧。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弟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赵思成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嘿，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包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阿 Q 没有想得十分停当，已经发了鼾声，四两烛还只点去了小半寸，红艳艳的光照了他张开的嘴。呵呵，
阿 Q 忽而大叫起来，抬了头，仓皇的四顾，待到看见四两竹，却又倒头睡去了。第二天，他起得很迟，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想，前去打斗，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阿 Q 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你又来什么事？姨大吃一惊地说。革命了，你知道？阿 Q 说得很含糊。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的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地说。什么？阿 Q 诧异了。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谁？阿 Q 更其诧异了。那秀才和洋鬼子。阿 Q 很出意外，不由得一错愕。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便飞速地关了门。阿 Q 再推时牢不可开，再打时没有回答了。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前洋鬼子。这是咸雨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衣当作满政府，在头上狠给了不少的棍子和利凿。尼姑带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这事阿 Q 后来才知道，他颇悔自己睡着，但也深怪他们不来招呼他。他又退一步想到，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吗？第七章革命完。这是为 LibriVox ORG 所提供的录音，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请参看 LibriVox.org 的网站。阿 Q 正传，作者鲁迅。第八章，不准革命。魏庄的人心日渐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魏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加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变了道，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因为魏庄人本来少上城，即使偶有想进城的，也就立刻变了计，碰不得这危险。阿 Q 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一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但魏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早经说过，
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赵思成和赵白眼，后来是阿 Q。 躺在夏天，大家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或者打一个结，本不算什么稀奇事，但现在是暮秋，所以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盘辫家不能不说是万分的英断，而在魏庄也不能说无关于改革了。赵思成脑后空荡荡的走来，看见的人大嚷说，革命党来了。阿 Q 听到了很羡慕，他虽然早知道秀才盘辫的大新闻，但总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样做，现在看见赵思成也如此，才有了学样的意思，定下实行的决心。他用一只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时移多时，这才放胆地走去。他在街上走，人也看他，然而不说什么话。阿 Q 当初很不快，后来便很不平，他近来很容易闹脾气了。其实他的生活倒也并不比造反之前反奸难，人见他也客气，店铺也不说要现钱。而阿 Q 总觉得自己太失意，既然革了命，不应该只是这样的，况且有一回看见小弟，欲使他气破肚皮了。小弟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只竹筷。阿 Q 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自己也绝不准他这样做。小弟是什么东西呢？他很想即刻揪住他，咬断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辫子，并且劈他几个嘴巴，了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但他终于饶放了，但是怒目而视的吐一口唾沫道，呸。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赵秀才本也想靠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有检辩的危险，所以也就终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阁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少接少接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魏庄人都惊服，说这是配有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出卷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 Q 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阿 Q 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擦得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的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前府的大门正开，阿 Q 便怯怯地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 Q 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毕恭毕敬的听说话。阿 Q 轻轻地走近了，站在赵白眼的背后，心里想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党也不妥，或者就应该叫杨先生了吧。
杨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眼睛讲得正起劲。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红哥，我们动手吧。他却总说到 no， 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地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哦，这个，阿 Q 后他略停，终于用12分的勇气开口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并不叫他杨先生。听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地回顾他，杨先生也才看见什么？我出去，我要投，滚出去！杨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吗？阿 Q 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地逃出门外。杨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60多步，这才慢慢地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杨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绝不能妄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弟王虎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污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尽放。他游到夜间，赊了2碗酒，喝下肚去，渐渐地高兴起来了，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有一天，他照例地混到夜深，待酒店要关门，才夺回吐谷寺去。拍罢，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阿 Q 本来是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便在暗中直寻过去，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他正听，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阿 Q 一看见，便赶紧翻身跟逃。那人转弯，阿 Q 也转弯，既转弯，那人站住了，阿 Q 也站住。他看后面并无什么，看那人便是小弟。什么？阿 Q 不平起来了。赵家遭抢了，小弟气喘吁吁地说。阿 Q 的心砰砰地跳了，小弟说了便走，阿 Q 却逃而又停了2-3回，但他究竟是做过这路生意的人，格外胆大，于是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地将箱子抬出了，戏剧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凝视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他还想上前，两只脚却没有动。这一夜没有月，魏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西皇时候一般太平。阿 Q 站着看到自己发烦，也似乎还是先前一样在那里来来往往的搬。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凝视床也抬出了，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但他决计不再上前，却回到自己的祠里去了。吐谷寺里更漆黑，他关好大门，摸进自己的屋子里。他躺了好一会，这才定了神，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并不来打招呼，搬了许多好东西，又没有自己的份。这全是这洋鬼子可恶，不准我造反。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阿 Q 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独独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擦擦。第8章，不准革命。完。
这是为 LibriVox.org 所提供的录音，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请参看 LibriVox.org 的网站。阿 Q 正传，作者鲁迅。第九章，大团圆。赵家遭抢之后，魏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 Q 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后，阿 Q 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魏庄，趁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 Q 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口指余环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 Q 抓出来，只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才有些清醒了。到进城已是正午，阿 Q 见自己被推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猎去，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他的脚跟合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阿 Q 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斗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 Q， 阿 Q 爽利地答道：“因为我想造反。”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道德大堂上面坐一个满头剃的金光的老头子，阿 Q 疑心他和尚，但看见下面站一排兵，两旁又站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的金光像这个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小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阿 Q 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字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你从实招来吧，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 Q 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招吧。”长衫人物也大声说：“我本来要来投。”阿 Q 糊里糊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那么为什么不来了呢？”老头子和气地问。假洋鬼子不准我。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哪里？什么？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阿 Q 提起来便愤愤。走到哪里去了呢？说出来便放你了。老头子更和气了，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来叫我。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阿 Q 便又被抓进栅栏门里了。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大堂的情形都照旧，上面仍然坐着光头的老头子，阿 Q 也仍然下了跪。
老头子和气地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吗？阿 Q 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 Q 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 Q 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一指一处地方教他画花鸭。我不认得字。阿 Q 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地说，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阿 Q 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 Q 附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的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阿 Q 正羞愧自己画的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擒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唯有圈而不圆，却是他形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了。然而这一夜，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他和把总怄了气了。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把总近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拍案打凳说道，逞一敬百，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20天，抢案就是10几件，全部破案，我的面子在哪里？破了案你又来迂，不成，这是我管的。举人老爷窘极了，然而还坚持说是倘若不追赃，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而把总却道，请便吧。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没有辞。阿 Q 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他到了大堂，上面还坐照例的光头老头子，阿 Q 也照例的下了跪。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吗？阿 Q 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给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 Q 很气苦，因为这很像是带孝，而带孝是晦气的。然而同时他的两手反复了，同时又被一直抓出衙门外去了。阿 Q 被抬上了一辆没有棚的车，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这车立刻走动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两旁是许多张嘴的看客，后面怎样阿 Q 没有见，但他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吗？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急，有时却也泰然。他一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他还认得路，于是有些诧异了，怎么不向法场走呢？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在示众，但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他
他醒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擦的去杀头。他往往的向左右看，全跟蚂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众中发现了一个吴妈，很久远，一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 Q 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霜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吧。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过了20年，又是一个阿 Q 在百忙中无师自通地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好，从人众里便发出豺狼的嚎叫一般的声音来，车子不住地前行。阿 Q 在喝彩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一向并没有见她，却只是出神地看兵们背上的洋炮。阿 Q 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4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恶狼，永世不近不远地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砍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魏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救命！然而阿 Q 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蹦散了。至于当时的影响，最大的倒反在举人老爷，因为终于没有追赃，他全家都耗了。其次是赵府菲特秀才，因为上城去报官，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而且又破费了20千的赏钱，所以全家也就耗了。从这一天以来，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倚老的气味。至于舆论，在魏庄事无异议，自然都说阿 Q 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1921年12月，第9章大团圆完。阿 Q 正传，作者鲁迅，全书完。